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来了一个大型机场呢，抢单呢，你说我是抢还是不抢呢？哎呀，好纠结呀！真的特别纠结，看到这种单子，48公里，没抢，结束了，过去了。今天很冷，特别冷，小风刮着，有一种冬天的感觉了。天一冷，有点想吃烤红薯的感觉。我今天领了一个全天奖，23单，奖46吧。今天就奔着这23单跑。今天的乘客上车以后都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那个，就这样，真冷啊！一上车就是真冷啊，好冷啊，确实冷。今天我开车我都觉得今天开始冻手了都。在清河那边给我派了一单到北京南站的乘客刚下车，26公里跑了50块钱，估计是我跑得太快了。这是没完了，这是我刚从南站跑到马家铺这儿，一单又给我派回去了，又是去北京南站的，又来了一单去北京南站的，这应该是我接的第4单去北京南站的了。我把这一单送了以后，我就得把这个场站的单子给关了。我现在9:20，就从早上这一段时间，我去了4趟北京南站了。去了2趟还是3趟呀？北京站，这又给派了一单北京南站的，我送完我就得关了。啊，冻死了，好冷啊！这么冷啊！买了一个烤冷面，我怕吃不饱，又加了一个这个麻团儿。2分钟吃完了。结束战斗，吃的战斗结束了，听单的战斗开始了要。开始接单了，请系好安全带。吃饱了，接的第一单就给弄到小区里来了。刚才对面来了个车，弄了半天才过去。这女的真够懒的，接她的时候她定到小区了，然后没办法，我就按着导航就进去了。然后她是去到新发地这边某个小区。他是定到小区门口，到小区门口了以后非得让我开进去，我说开不进去，你自己走进去嘛。后来正好给我来了一单，还然后立马又给他接住了，接了一单去大兴机场的，从这边去应该不是太远，我现在在新发地这边，看看能跑多少钱这一单。这一单不知道是我跑得太快了还是咋回事啊，这一单接到以后上面显示的39.9公里，跑了73块钱，估计是跑得太快了，也不快呀，正常跑的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23单，哎呀，紧赶慢赶，终于赶完了，算是。今天一共跑了10.8个小时，23单，596，拿了一个46的一个全天奖。嗯，今天跑了542块钱，642，账都不会算了。现在是4:30了，我在这个太平桥这边，应该是离南三环挺近的，西南三环吧。我现在要一单都不接了，不想接了，要空跑回家。今天还行吧，出门的时候就说了，就奔着这23单跑今天。其实跑到第18单的时候，我就不想跑了，他就不给派单了。就是我接了那一单去大兴机场的，回来以后，就下午开始就一直接不着单，接一单得等半天，接一单等半天。然后后来一咬牙一跺脚，还是没回家，就想着一定要把他这个奖励给他拿下。今天还好吧，算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，跑了600多，很不错了，回家了。不跑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哈。拜拜。